下个月选举才正式登记嘛，现在比赛还没开始啊，所以在鸣枪起跑前，发现鞋子穿错脚，那换一下而已嘛，不是吗？我们在年底的选举还会给国民党一个机会输，我们这些君子不会跟那些小人小渣渣去计较哦，教育再怎么成功也都会有那些小渣渣攻击我王世坚的，霸凌高嘉瑜的，羞辱我们这一次曾经提出过批评的人，那他们这些人，我想从今以后他们就闪到边边去吧。